对不？啊，你得叫你较紧的右转啊，右转再右转，他们直接就来这样。嗯，是这样。进入京城三街，这不是咖啡啊？哎呀，那咖啡动物医院，在100公尺，京城三街啦。京城四街，然后再右转。这边呢？无啦，不是啦。啊，对嘞吼。右转进入京城三街，然后目的地在你的左边。我看那唔对哦，这都无路的右转，这是左转的。这边。哦，那边吗？是不？50公尺，这是无路，那还叫你右转？对啊，是不？你讲目标在左手边呢？左手边哦。哈。啊，无要转啊。是不是迄间？哦。几号？有写几号无？无啊，你的民宿在你左边。左边哦。这栋吗？还阁行一款啊。我咧开咯，我咧开应该三家。嘛，京城三街。我咧开，啊，无看来几号哦？这间咧，这间哦，这有写英文字咧。啊，伊写英文字对。对啊，这间我看，我是民宿。我是在迄个头前咧，你人咧？这背起，背起睇过。啊，这养猪的啦，专业啦，唔是啦，这唔是啦。要伫按摩的啦，